南会上佛菩萨。南无盂兰会上佛菩萨。南无盂兰会上佛菩萨。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摩诃目犍连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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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我们要请法，他这个作为目犍连尊者来请法，令天下的父母都能够得救，所以很多佛教里面也把目犍连尊者就当成是地藏王菩萨，有很多是这样。目犍连菩萨啊，目犍连尊者是地藏王菩萨的一种化身一样，有这样子的当的，因为母莲救母跟地藏经里的地藏菩萨救母亲的这个有同样的这样孝性，而且都是发起了一个在佛陀的面前请问怎么样来救现世父和我们的过去七世父这个具体的方法。又简单，你看在我们的佛教里面数千年来一直延续到现在，每一年七月十五都是这样，这个各个佛教界各个就是不同的佛教的传承都有着这样子的方法，这是佛在世时候，而且是很年轻的时候，佛那时候就30多岁就跟我们讲解了这样的方法。所以这个在为现世父母乃至七世父母能令他们呢供盂兰盆的话，能令他们离这个恶鬼的苦，生人天中福乐无极这个。所以佛在这面呢就说，是佛弟子修孝顺者，应念念中常意念父母乃至七世父母他说这里面所以世尊在这里面再一次的，如果他说是佛弟子的话如果是佛弟子的话，而且是修孝顺者的，哪怕不是佛弟子，你世间孝顺父母的修孝顺这种法的人都应当来念念中来意念父母乃至立身的父母，念念这样意念之外还要付诸于行动去救度他们，就年年在七月十五号常以孝慈意所生父母为作盂兰盆这个盂兰呢梵语就倒悬，盆呢它指的一种以这种以这个呢来象征一种法如果你不是把这种当成一种方法的话做盂兰盆呢就做救道悬也不是，因为它这里面在经文整个过程当中他说设盂兰盆呢然后种种的这个净世甘美的来放在这里，所以有的很多经文里就很多有的解释呢盂兰盆整个做这个救道悬的意思，我们这里呢我们解释就是救道悬的一种具体方法施佛及身以报父母长养慈爱之恩，长养慈爱之恩呢如果我们详细的去思维的话，父母亲对我们子女的恩那是真的是很多很多的，但是平时正是因为很多这样的恩反而不觉得了就像你看天天过日子阳光不觉得什么，
点一个灯，家里有没有灯，你看，我们都很记得，甚至你家里点的啊，是100支光的还是60支光的，你都会很留心。哦，为了节约电，点40瓦的，甚至啊，点15瓦的灯，哎，但是没想，天天这个太阳几万瓦的这个太阳一样，这个光线呢，几万瓦的太阳，天天从你家门口照过去，你也不知道。哎，你家里晚上点的一支灯15瓦的，我天天记得。哎，有换节能的了，最好再点个6瓦的、7瓦的。往往有时候啊，多了之后反而就不觉得。如果回过头来，这个说要报恩的话，那就更加的难了。所以我们这个赵普老啊，以前他写的这4个字，佛教界里很有名的，知恩报恩。知恩是一个过程，报恩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平时就是啊，不太去念恩啊，所以也就是形成什么呢？报恩的这种很少，然后就是啊，我们自己的生命呢，它就是散乱啊，自己要怎么样啊，这规则少，所以过去在古代，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我们学《弟子规》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都注重在我们对父母兄长世间的这些善人，对我们有益处的人啊，尊重他们，感念他们的恩德。所以这个我们平时是要去多思维的啊，否则的话做盂兰盆好像跟自己不相干，好像我们在这里做，出家人也好，我们在家都有啊，有时候都会有这个感觉，哎呀，好像不太相干的，就那个感觉。为什么？对父母的恩感受的不多，所以救父母的心也就不真切，不是很真切这个心。所以在这里面，我说长养慈爱之恩，这种恩呢，你有没有感受这种非常重要。从母亲我们开始怀我们开始就对孩子的这种爱的保护到生出来的话，我们这个小孩子一点点吃奶甚至大小便都不能够那个，完完全全是靠父母亲来吃，是吃的母亲的奶，那个奶是血水化的，所以小孩子长大父母亲头发白了。这个我最有感触的就是什么，那个时候在闭关的时候我那个窗前就是一片竹林，以前看竹子看的也多，但是没有这样细致的3年时间看那片窗前一片竹子。后来我发现这个竹子还奇怪，它落叶的时候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样，跟其他的树落叶的时间不一样。我请问在座的，竹子是什么时候落叶？什么时候落叶？一般性的我们常规看这些绿色植物落叶都是什么，是秋风扫落叶，秋天会落叶，对不对？但是竹子秋天不落叶，是什么时候落叶？是春天落叶。竹子为什么春天落叶呢？为什么？长竹笋的时候，那个竹笋你张牙张了那么光，一天哇长出去好高一层，这个时候老竹子落叶最憔悴的，那个竹子最憔悴的时候，风一吹过来，那个叶子哗哗一片一片的落下来。你看我讲这个大家有没有注意？注意了之后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什么问题？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们平时不注意太阳的，但是万物生长啊靠太阳，包括我们自己。对于我们生命来说，父母亲就像我们的太阳一样的，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亲老掉了。父母亲啊，那以前妈妈也是做小姑娘做小姐的时候，哇，那个手啊抹了那个防什么洗手液啊，哇，洗完了之后马上润手霜啊，啊，那个指甲啊修了修啊，涂啊涂啊，但是一旦结婚了，有小孩了，就不太顾自己的这个了，不顾了。不像现在的，现在还顾呢，现在找一个保姆来自己不看的，这种个别的也不是全部，在过去特别古代的时候，很多就是这样，一般性的平民百姓呢都是结了婚之后到了别人家，哪里还有叫可以那个的，嫁到别人门起家来，婆婆也要教她怎么样做个媳妇，叫教父出来啊。媳妇刚过门的时候，婆婆要教她的，家里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了解新情况，然后赶快进入角色，嫁到李家就是李家人了，然后的话，到时候生儿育女啊，繁重劳累的这种活都是会做，对孩子的爱护啊超过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皮肤啊越来越皱。皮肤啊也不顾太阳晒风吹雨打甚至在哺育我们的过程当中呢，自己父母亲身上落了一身的病病毒啊落下来，就这样的，当孩子生病的时候啊，这个父母亲的心啊比自己生病还难过是这样的。我们有的人讲我是孤儿，我没有父母亲。如果是孤儿没有父母亲，他也有如父母亲一样的人照顾过他，不是说亲生父母是父母，照顾我们的关心我们的乃至你看那个当官的，我们以前啊古代人把他称为衣食父母，衣食父母，七品芝麻官，虽然他是大家还尊他们哦，大人大人是衣食父母，所以这个社会上就是直接像父母一样关心我们爱护我们培养我们成长起来的，除了亲生父母有养育父母，还有什么还有息息相关的这些保护我们的如父母般的这些众生所以长养这个慈爱之恩呢，要常常去念，一个人常念恩之后就不一样，不一样。这个人呢，就做事比较稳重，说话也不会乱说，这样开始有福报。我们出家人也是的，我们出家人要念，你看众生恩，念国土恩，念父母恩，念师长恩，平时还要念什么？还要念什么？佛告诉我们。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还要念坛月的这个恩，施主的护持道业的，保护我们护持我们道业的，这些恩也要念这个我们自己才会有才会有这个用功的动力。因为所谓用功呢，它是改造我们的习气的改变我们习气的，它需要很大的这个力量去，因为这个习气它潜移默化当中在习惯当中形成的，它源可以推溯到生生世世之前静可以就现在我们当下
哎，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习气毛病不一样，哎，就所以说，那个寒山大师就讲了，为何百千人面孔不相似？为何？为什么？这么多人脸都不一样，脸都不一样，你看。到了极乐世界就一样了，到了极乐世界都是紫磨金色，32相。这世界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啊，每个人内心的邪气，每个人他的动机，他这个机啊，所以这个寒山大师。各执一盘鸡，故得与如此。这个每个人呢就这样。然后大家我们现在就学弥勒菩萨，哎，学着宽肚皮，容天下难容之事，哎，常开颜，笑天下可笑之事，就这样。笑一笑过去就算了，肚皮人练肚皮的，说不是在干嘛的，练肚皮的，看能包容多少，有时候呢也调侃调侃，说两句，也可以说两句，但是不认不顶真，要是很顶真呢，哇，那还了得了，那要很顶真，那有几个徒弟好收啊，对不对？阿拉师傅老找我吃素念吧。我们在座的，你说完全吃素的，还没有完全吃素，但是我们在座的大多数都是吃素的，大多数都是念佛的，因为到这个道场来啊，福报很大的，基本上都是比较成熟。但是我们到社会上，你说，普通信众，那些香客，那些普通的那些信徒，你们吃素念佛。吃不落过，吃不落过，对不对？吃素吃不落过，他找一大堆理由，然后念佛，念佛嘛还差不多，有的人还说，我别套不为我，我只会念佛了，你看口气抖不抖了？他只会念佛，那只会念佛还了得了？我们在座的，我们说，虽然大家是念佛的。但是你说只会念佛，谁敢讲啊？阿拉这个方丈和尚，我们师父啊，那么大年纪了，他说我还不敢说我会念佛呢，还不敢说呢，会念佛还了得了？会念佛，佛的他这个很多境界的，很多的，所以是出的来讲什么事一心，理一心。这个佛的相应的说啊，这个实相念佛啊，观想念佛啊，持名念佛啊，相应的那个图啊，有常寂光图啊，十报庄严图啊，方便有余图啊，凡圣同居图啊。你说你会念佛，那还了得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勉强忏悔业障、求佛哀悯的，持两句佛号。死的过程当中还是妄想，还一堆一堆的，这个障碍还是很多很多的，对不对？就像我们看的那个电视里面了，那放出来，这个人呢，他想念佛了，他丈夫啊还不愿意，然后就跟别人去商量怎么办？我老婆现在在家念佛，别人念佛那不容易嘛，叫他，他念佛的人，那个人，你就给他吃肉，我在看他念佛。好，他回去呀，他把那个，哇，那个油啊，都是那个肉油啊，肉的这个塞在他碗里，趁他不注意塞在他碗里。我看你在念，结果他还是念，念又找别人商量去了，别人说，好，他还念，那你改行杀猪，看他再念。结果他真的改行了，不卖菜了，卖肉了，杀猪。杀猪，每次杀猪还叫他这个老婆啊，他说，猪腿按好啊，猪腿按好，按好猪腿了，他还跟他说啊，
我杀猪的没罪哦，按猪腿的有罪哦，你念吧。哎，你看是不是障碍多吧？但是他就是在这样逆境下能够还是更加的恳切，知道这个念佛的人啊，学佛的人啊，念这一句佛号你说简单吗？简单，还这么多障碍，纵使有这么多障碍一定要坚持，更加的恳切念阿弥陀佛。结果怎么样？哎，被他按过猪脚的这个猪啊，死了之后个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看跟列刀抖不抖了？哎，我们现在别说按猪蹄子了，来，我们现在拿一个那抱一抱着这个牌位来，一人师父发几张，念念的，你再把它念往生去。哎，怎么办？怎么办？这几天法会下来，我们看我们啊脸上都有点光了呢。我第一天来看的时候，脸都灰不拉几的。刚接了业务啊，这个业务接好接的，哎，处理不好处理的，扫垃圾一样，那个垃圾啊，哦，扫也那个放哪儿？放哪去啊？那就费收费电池一样，收进来了，你怎么处理啊？怎么变废为宝？这是个大问题哦。那是要不要以后我们来改革一下，做佛事改革一下，我们来写多少牌位，然后每个师傅平均分，分了之后好，这你任务问完，然后到时候我们观音签很灵的，到时候问到底超度了几个，没超度的算你的啊。哎，这要吓也吓死了。哎，为什么？那要想一想，你看那个女的按着猪蹄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猪都暗念了极乐世界了。那我们如果拿着牌位抱着牌位念不到极乐世界去，那还不敌这个女的呢吗？为什么不敌？为什么不敌？如果我们出家人念，我们也不敌一个在家人呢，那我们要找出差距来，到底区别在哪？哎，心不恳切是最主要的问题，心不恳切。哎，所以在这个整个一个过程当中啊，我这几天的我们师父的专辑篇，做这个专题篇的时候，走多了很多地方，一些老和尚都是说什么，我们现在的修行人呐，太舒服了，太舒服了，太舒服了。你看我们念经啊讲法，空调吹着，呼呼吹着，你看那以前的老和尚，以前的居士，那没空调就不修法了，修不修？不是一样的修啊？每次别人那个盂兰盆供，现在越来越搞少了。你看我本来我还是七天，以前我念那个妙法莲花经都念七天，从今年开始改革，都变成三天。哎，然后以前盂兰盆法会连前后是五天，正行是三天。现在前后加在一起是三天，会日四前后加在一起，就正行是两天，变成就是这样，越来越少，越来这个生活越开心哦，吃的米的质量越来越好，菜越来越多，哎，电风扇变空调，但是我们自己越来越退，越来越退。念经以前啊，早功课能念一个半小时，晚功课念一个小时，现在早功课念一个小时，晚上45分钟结束，再往下晚课是半个小时，再往下晚课一刻钟结束。哎，那像我们现在做早晚课，我们都是在念佛堂。念佛堂为什么？那个空调都是大批的空调啊，5批的空调，两个开上，哇，出家人在里面清凉界里面做早课，哎，晚课。哎，现在也是交通也发达了，也是。哎，这我们现在出家人也是啊，冬天都到什么三亚、海南岛、这个广东，然后现在夏天呢就全部到五台山，哎，五台山凉快，对不对？那以前不容易，以前出家人不这么容易，登一个庙一登就10年20年一辈子，也那样过。哎，像我们师父刚到普陀山的时候啊。刚到普陀山的时候，吃饭都没有钱了，没有床也没有什么东西，拿个东西
拿个破砖，以前呢残砖断壁也拿的东西，只弄棍子弄一弄铺，就是铺一个床，草铺铺一个床。哎，真的有上顿没下一顿的。79年回到普陀山的时候，哎，大殿空空荡荡啊，破破烂烂，一尊佛像都没有，破破烂烂。哎，普陀山怎么样开始开那个的？79年去找了一个佛的头，哎，不是哪找来的，那个佛头被砸下来的，然后找了一座佛头，然后把它放在一个石头台子上面，然后那个石头台从佛头这边围一块布，就像那个剃头布啊，剃头布围一块，就这样一个佛头这样围着，就是对着那个拜，那就是当初的普陀山，仅仅20多年前呢，那样子艰苦。像我们师父他们那个时候啊，60年呢，从普陀山被集中下来，全部到庐山寺，全部换成出家在家人的衣服，出家衣服全部没收，经书啊都没收，佛像啊都没收，都没有，到那边在家人一样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师父还坚持着还做功课，还坚持着我们出家人的吃素念佛教化众生放生，哎，这些都在坚持。想这个多不容易啊，我去庐山寺那个哇，那个晚上夜稍微天黑一点，那个蚊子我一大群一大群出来，庐山寺地方蚊子很多很多的。我想我们师父他们登了这10几年不都是这样子啊，哎，蚊子这么多那么艰苦，然后他还坚持了一个出家人的。所以这个佛的弟子在空性当中能有这样的人，能有这样的人。所以当文革一结束之后，恢复宗教政策，拼命的造佛像造庙，这些老和尚们不管，有的人说，哎呀，你看也不管出家人素质，什么都不管，他紧要造庙。你不知道他们经历了哪一些，他们经历了看着寺庙被摧毁，看着佛像被这样砸掉，看着佛的经书就这样一本一本被烧掉。所以他们恢复宗教是就是要建佛像建寺庙印经书，哦，看到有新出家的，哎，不管他好不好都高兴。老和尚看到小和尚，哇，那种开心哦，老师傅看到年纪轻的出家那种开心哦，打内心里面的。所以我在整个的访谈当中，有些年轻的出家人回忆起我师父对他们的时候啊，非常感动。哎，看到我们，他说我们去的时候，师父每天来哦，哎，每天来教化他们。包括在普陀山期间也是，一些新的一些出家人，天很热很热，普陀山是很热的，虽然在海边上，一旦没有风，那普济寺啊，那个它在山窝里面，很热，哎，热的话一直要到晚上啊，半夜里面1点钟2点钟，这个暑气才会退去，人才能睡着觉。就这个时候，师父就带领这些年轻的师父们到普济寺大殿面前打坐。哎，吃过饭之后干嘛？集中打坐，到殿前树荫下面打坐，然后师父给他们讲开示。到现在我去做采访，这一批师父现在已经是普陀山各个寺庙的当家了，但是他们回忆起来，包括一位大师兄啊，叫净妙法师，他普济寺的大当家，全山总出纳，净妙法师，他说他现在就是不倒单的，一直以来是不倒单的。他说这个我的不倒单就是师父那个时候训练出来的，晚上就是吃过饭了，就到大殿面前打坐，听师父开示，到11点12点，有时候到1点2点，这样子。开始这样几个月，这样慢慢慢慢训练下来哦，开始还要睡，回去还要睡个一两个小时嘛，3、4点又起来做早课了嘛，一开始还要睡一两个小时，后来就是可以连一两个小时也不睡也都可以了，就可以打坐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一方面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出来，以前像我们大和尚这一辈啊，他们什么样子啊，教化弟子，这出家人啊，这佛弟子怎样羞耻的，可以看出来一点。
所以这个你深入的修心细了之后啊，对众生的这种慈爱的这种恩，你就会啊敏感，非常敏感，哎，这个才能做到慢慢慢慢的就会怎么样，敏感到什么程度啊，到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哎，这才会做到这个。那现在反过来，人粗心大意，自私自利，那叫涌泉的恩呢，你只当一滴水一样的，这反过来了，哎，别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了，给你涌泉一样的恩都没都不，连一滴的恩都不知道报，那就糟糕了。所谓末法时代可以照镜子，什么是末法时代？哎，寡义廉耻，哎，恩将仇报，这就是末法时代。所以常常要念父母恩呢，念四长恩、国土恩、众生恩。现在在和平年代啊，各级官员啊，为了社会建设啊、进步啊，哇，都是在做，然后让我们现在有和平的天下。可以研究啊，可以学习佛法，可以让我们的心啊定定的啊，可以啊让我们的慧命能够啊逐步的稳定稳固啊。所以说现在我们这个都是种种的恩德，平时要去感啊，要有这样子的心去感受这样恩德啊。比如现在杨起司，你看我们这里啊，比跟很多地方比，这个地方啊是还是哎还是属于啊比较豪华的，店造的也上规格啊，走的地方啊都平整，哎，甚至都可以做到不淋雨，哎，基本上哎很少淋雨，脚啊下大雨啊都不湿鞋，各方面后勤方面根本不要我们出家人管，哎，也不要我们去化缘呢，也不要我们干嘛，正好这个机会，你看管好自己，哎，管好自己能够天天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所以这个我在这个长养慈爱之恩呢，这种恩字上多讲啊，讲这个多讲一点。若一切佛弟子应当奉持是法，这里再一次的那个，如果你是佛弟子的话，不分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都应当奉持是法。这一句话是佛陀在家的，再一次的说明的，这是佛陀所讲的。若一切佛弟子应当奉持是法，什么法？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啊，七月十五生之至日，佛欢喜日，这天应当啊奉盂兰盆施十方自知身，以净世甘美的来奉持，应当就是以这个法，十目连比丘四辈弟子欢喜奉行。啊，当时目犍连听到这个，哦，开心哦！四辈啊，这就是什么？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就是这个。哎，在这个当时还没有沙弥、沙弥尼，哎，只有出家二众、在家二众。为什么？那个时候佛刚刚的时候啊，想出家的啊，说我愿意啊，啊，拜您为师，出家修行。那佛陀啊就善来比丘，好嘞就可以了，哎，你看就可以了，就都是比丘了，哎，这种啊当时只有这四种，哎，我们在这个里面啊四辈弟子欢喜奉行，一直延续到我们现在，从目犍连起教一直到现在，我们年年做盂兰盆供，哎，不但中国是这样，国外上座部的也是这样，哎，藏传佛教也有这样，哎，我们你看在盂兰盆经的后面啊，就报父母恩的咒，哎，报父母恩的咒，
希望我们以后啊，在这次盂兰盆法会当中，我们参加的每一个人都要把这个报父母恩咒都把它背会，好不好？好。南无弥利多多婆夷娑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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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弥利多多婆夷娑诃。这个家里面父母亲如果去世了，会哭的有几个人？举举手看。没有不哭的，不一定哦。小孩子就不会哭，小孩子有的，哎，那个大人死了，小孩子还在玩，哎，拌豆腐羹饭啊，他就找鸡腿吃，不管的，哎。父母亲生病了，小我们做儿女的会哭的有几个？啊，有几个也会哭的。嗯，还有，父母亲生病了，做子女会哭的。那父母亲生气了，做子女的会哭的有几个？因为你讲话冲了父母亲了，或者你办事父母亲不开心了，父母亲生气了，会哭的有几个？哇，你看小朋友手举那么高。哎，嗯，好，嗯，你真是啊，要念父母恩呢，啊，不让父母亲啊生气，不让父母亲操心，嗯，所以进出家门都要奉告父母亲，嗯，父母在世，子不远游，这是过去啊讲这个，我们佛教呢。深入佛法，努力修行，精进修持，报父母恩。佛法能真正的报父母恩，所以在《父母恩重难报经》里面就有啊。纵使你左肩扛着父亲，右肩扛着母亲，这样子啊，立横杀劫，这样子，不如啊，哎，依照这个啊，这个经啊。把这个经多印一点，让天下人都知道孝顺，让让这个让我们这个每个七月十五啊，能够盂兰盆供，对现身父母，对过去七世父母都有根本的利益，根本的利益。我们现在你看科学虽然这么发达，你到网上去输入，你去查，你说我前世父母是谁，你查得出来吗？是查不出来的，你没有办法知道。你是什么再电脑发达，现在科学发达也没有用的。别说七世了，前一世都查不出来。不查都查不出来，你还怎么报恩呢？不就靠佛法的力量？哎，所以以后啊，学习佛法要认认真真的学，啊，学习佛法要认真的学。就像有的人啊，从文字上、从理论上入，他不想想。这个佛法又不是来让你研究好玩的，这佛法救命的，哎，早一点把它运用起来，早救命，哎，救哪些命啊？救我们生生世世父母的命，他们呢都在那个三恶道当中呢。像过去啊，有一个禅师啊，很有根气，但是眼界很高，哎，到了这个门这个庙寺里面下，跟着那个祖师学了很久。没有开悟，那天就想跑出去参学去了，哎，跑出去游方去了。结果他这个师父跟他说：“说你不要走啊，哎，你累世的父母都在荒草里呢。”就用这句话来激励他。这个出家又不是好玩，看风水，看风景。哎，像我们现在也很普遍的了，很多出家人哇，开始一剃了头，特别是拿到了。
这个戒牒之后啊，飞跑哇，全国啊，这个多少庙跑下来，看风水一样，看风景一样，云游天下去了。所以当时这个祖师这句话，我常常的有时候激荡在耳边，说不要跑啊，累世的父母还在荒草里呢。那句话就指望你这个孩子啊，指望你家里出了个佛子，指望我们悟道呢，哎，能够明白一些，觉悟一些佛法，在用功上面能得到一些利益，佛法的利益，哎，不容易的。我记得我在闭关的时候啊，先是什么，我学了，当时学了那个中阴听闻解脱啊，看了里面有三个这个咒非常好，听闻解脱咒、六道金刚咒和本觉大密咒，啊，我天天这个闭关房里我就背这个念啊，一呀下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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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比吉当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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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果林萨米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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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常常就这样背。那天晚上啊，忽然之间呢，哦，这个我几小时候养过的一条狗啊，还我很好的，就忽然那天做梦，从黑暗的黑幕当中，那条狗又跑出来了。看着我就跳上来哦，哎呀，亲热的不得了哦，一口一口舔哦，啪嗒啪嗒的在舔。哎呀，这个时候我想，哎呀，这是我们家这只狗，早就死了嘛。我赶快就想起来，就给它念的是三个咒：听闻解脱咒、六道金刚咒、本觉大密咒，就舔舔这个念，啊，念这个狗听。念完了之后，是狗消失掉了。有一天，我也是。晚上又是做梦，梦到啊，哎，有个人声音，有个声音告诉我说，到那个前面啊，有个山洞，龙口一样的山洞，走进去。结果我到那边，哎，其实龙开了条口，很大的一个龙，是口张的那样一个洞。啊，我一走进去，恍然时空就变掉了，啊，升到天堂上一样。到了天堂上面，哦。这时候啊，我看到一个白头发的一个老人呢，走过来，对我走过来。我一看，哦，我心里面当下就，哎呀，这是我爷爷嘛，我爷爷100岁去世的，哎，我说，哎呀，这是我爷爷嘛，哎，跟他见一面啊，那么过一会梦醒过来，哗一下又回到这个现实世界。这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我们出家了，我们自己在我们啊师父啊他老人家的加持下，在闭关修行了，这开始就有一点孝了，历代自己的宗亲啊，过去这个去世的这些宗亲啊，就开始沾光了，开始沾光了，他们能升天了，哎，包括我自己的父亲去世也是。2001年、2002年的时候，我们师父正好身体也不好，然后我爸爸身体也不好，结果这个时候啊，没有办法，我在我的小楼上跟几个弟子一直说到12点，忠孝不能两全的，以前一直是，是等于保着的。哎，爸爸只要一生病，哇，我们给他念念经啊，哦，或者什么法会啊，或者我们供供僧啊，哎，马上就转危为安了，过去了。那次正好师父也生病，病下来，所以所有的精力，我们弟子的精力都投在师父这里。哎，我爸爸也病倒了，怎么办？只有这个力量不能再往我爸爸这边撤，只有一心一意的。还是把心放在师父这边了，结果好的，我们师父啊，我爸爸那年就归西了，我亲自回去送到，送到之后，马上我就啊，请别人大的寺庙，五明佛学院啊，这样去供僧啊，请他们念经，但是一直到我的后来我自己亲自去五明佛学院，
在那个法会上啊，参加这个法会上，在念的时候啊，也是那天晚上才梦见到这个。哦，那个爸爸花开见佛，因为他毕竟一生喝酒抽烟，哎，大多数啊，一辈子大多数是这样的。尽管后来皈依佛门了，自己也没有什么修行的，全部靠我们这些佛弟子啊，才能利益我们的这历代宗亲的。哎，这个佛告诉我们，这世间上的人死了之后，能够回来做人的，如掌上土啊，手上一点点土而已。哎，一世人生呢，永劫不悔，沉沦到三恶道的众生呢，如大地土这么多。可以想象，那我们自己的立身父母都在哪？99.9%都在三恶道里面。我们说，现在我们有这个机会遇到了佛法，入了佛门，都是靠我们的精进勇猛啊，靠大众的力量，靠我们对三宝的这个100%的信心，至诚恳切啊，这样子的来产生一些功用，回向给啊我们的历代宗亲。不是说写了字了哈，我50块钱交掉了啊，哎，100块交掉了啊，写个大牌位多少钱交掉了，写名字纸贴在那边就行了。你说纸贴在那边就行了吗？光回向叮叮当叮叮当回向，如果没功德你拿什么回向？那功德从哪里产生？功德从哪里产生？就是靠至诚恳切了，还能产生一点功德。哎，所以啊，我们的佛弟子，不管在家出家，都是要靠至诚恳切的。哎，所以印光大师他说：“结成智能转凡心，念佛方可消宿业。”这个结尘之心啊，哎，它就是把我们凡夫的这个罪业的心啊，就转变成有功德的心状态。哎，它要有这个前提，结尘、至尘、结尘的这个。所以以后的法会，我们各修也好，群修也好，哎，在家出家，在佛面前，如果再不至诚恳切，哎，你还参虚作假，你说说看，嚯，这个还了得了呢？到佛面前还弄虚作假，还不掏出真心来，还有救啊！那还有救啊！所以对佛啊，要结诚至诚。所以我们以后做法会，在诵经啊、拜忏，都要全副全力以赴的投进去，投入进去。